锂矿相关的股价近两年表现很好，未来市场对锂矿需求依旧极大。澳洲有哪些不错的锂矿股可以参考呢？ Alchem 是一家专业的锂化工公司和硼酸盐生产商，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多样化和高品位的锂化工产品。欢迎大家收看本期 Go Markets 独家解读。Alchem Limited 是由 Galaxy 和 Orocopro 两家锂矿商于2021年8月25号合并而成。公司有多个成熟项目同时运营，几大核心项目亮点显著，优势明显。 Borax 提供的一系列硼酸盐产品不仅为其业务多样化提供支持，也可为该公司的锂矿业务提供对冲风险的作用。公司的 Oleros 项目生产过程中的废液被系统利用，每三年进行一次盐集中收集。公司还采用反排液零排放的设计，所有废矿物都储存在永久性蓄水池中。 Oleros 的盐水资源由井中提取，这对于盐湖以外的淡水资源影响可以降至最低。加上其项目用于在盐水中浓缩锂的能量来自太阳能，更为环保。 AKE 同时拥有盐水和锂辉石业务，行业地位稳健，加上多个项目齐驱并进，本财年也有项目进行二三阶段扩建，锂产量增长机会大。而随着全球脱碳已经从纸上谈兵转为实际计划开始实施，锂矿价格走势将受电动车长期需求前景的拉动。目前市场锂矿和锂盐供需仍然处于紧张状态，难以缓解，价格高位有支撑，是目前中长线投资的好选择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，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3-8658-0602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下期节目再见。